来广西已经十多天了，因为那个新冠状肺炎的原因嘛，现在也是回不了家。其实我来广西这边，说老实话，在吃的上面还真的有点不习惯，因为四川和广西这边的口味完全不一样。大家都知道四川是吃麻的，而广西这边就吃的比较清淡，炒菜也不放什么调料的，反正没什么味。现在岳母已经做好饭了，叫我们去吃饭，我拍一下这边农村都吃些什么菜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就是这种菜啊。这个是酸萝卜炒鱼仔，挺好吃的。大家看一下吧，这就是广西这边，四个人就吃那一盆菜。现在吃饱出来了，大家也看到了吧，广西这边就是这么简单。我问老婆，主播只有一个菜来，因为那个下雨，是那个肺炎的原因。不了两个菜，今天的剩菜就没有了。其实就算有菜，我每天还是吃不饱的，每天都吃一点的。因为那个广西和四川的口味确实是相差太远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去离自己家很远的地方，因为口味相差太大而吃不饱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